好 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看，这篇作文哈。好，它的题目写得很清楚，叫做 part-time jobs。好，那这个应该也是一般高中生啊，或者是说，不管是高中、高职，然后或者是大学生，其实很容易讨论到的一个问题。这样，OK，好，他这边说，in some countries，他叫你这样子想哈，teenagers have jobs while they are still students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已经，也就是说，他已经告诉你什么？他已经告诉你所谓的主题句了哈。OK，好，所以呢，你就不用再烦恼你主题句要写什么了。哎，感觉很方便。接下来他对你更好，你看他第一段跟你讲说你要用反对的立场，然后第二段的话呢，他也跟你讲说你呢要再反过头来讲说，虽然不赞成打工，但是你觉得打工可能会有什么好处哦？所以其实他都帮你写得很，等于就是说他帮你把这个条件限得很死了哈。但是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啊哈，因为基本上呢，有的同学他可能觉得说，诶，打工很好啊哈，但是在第一段呢，却要用反对的立场，you have to against，you have to be against，part-time jobs 或是 taking part-time jobs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说，你平常啊哈，虽然你可能，你是赞成，万一你是赞成打工的话呢？你其实也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，比如说反对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，然后那不见得是父母亲反对，比如说呢，有时候同学觉得不好，那大概呢都会讨论些什么哈。所以呢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在写出来的时候才不会，跟你自己的这个当他跟你自己的意见是相反或相左的时候啊，你就想不出来什么东西可以写，这样就蛮危险的啊。OK，所以也就是说呢，老师要讲就是说平常啊哈，平常的话呢，在讨论的时候啊，或者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呢，也要去留意一下说呢，正面反面的一些论点是什么哈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第一个当然有助于刺激你的头脑的思考，再来的话就是像你看国文作文或者是英文作文也是有帮助的啦哈。OK，好，来接下来他说。第二段中，虽然你不赞成打工，请告诉读者，基本上我是觉得说他这个文章的设计还蛮奇妙的啊，因为呢，其实这样子反复的这样子写过来写过去，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啦哈。OK，好，那既然他这样规定你了的话呢，那你就试试看吧。好，但是老师会建议就是说你在第一段跟第二段之间还是要有个衔接。不要第一段写第一段的，然后第二段就嘣一下子说，虽然我不赞成打工，但是打工有很多的好处，点点点点点，然后把它写得超好，然后到最后呢就没有一个收尾啊，哈，OK，好，我会建议你就是说呢，你要讲说虽然你不赞成打工，比如说，但是呢，你说虽然会，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正反的一个叙述，比如说你说虽然有影响课业的可能，但是会有一些额外的学习，好，OK，好，那呢，不赞成打工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不需要这么多的钱，但是有的学生他可能真的需要这些钱，比如说家里怎么样怎么样，哈，OK，还有就是说，有的人说这种社会经验也许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，但是你觉得呢，在人际关系的相处上，也许呢可以让你早一点体会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，哈，也就是说，从你反对的点去出发来。反驳或者是来讨论说呢，其实从另外一面来讲的话，可能有好处吧，哈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可能会跟你的第一段比较有衔接。那到最后你要到第二段的结尾，因为他跟你讲只能写两段，对不对？那到第二段的结尾的话，你就可以讲说，所以虽然我呢反对打工，但是其实呢，他也有可能有这一些的好处啊，哈，或者是你说，其实呢，在你呢曾经打工过的同学当中，可能有这些好处，这样，OK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第一段跟第二段比较有一个衔接，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这种讲，坦白讲啊，就是像我们这种大考的作文啊，因为它只有常常都只有规定你写两段，那有的同学呢，一听到两段就想说，好吧，我就写两段，结果常常头尾没有衔接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请你务必要注意到哈，就是说他跟你讲两段，但是你还是要努力的去
把那两段当中的一个逻辑，好，还有一个叙述做一个衔接，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有可读性的作文，然后人家会觉得说，真的是有讨论到一些事情，思考到一些事情，OK。好，那我们呢这个题目解题的部分先到这里了哈，那我们待会再来看你的文章的部分。好，拜拜。